开心的时候可以小猫一下，但生气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比较 Tiger。Hello， 明朝读者，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那个 Jay 这个 Sean， 今天我们在 Cancel Pop Pop 期间限定店，应该就是比较暖一点点的帽子，然后跟外套吧，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外套跟帽子。其实应该是冬天，因为我觉得冬天可以做穿衣服的变化比较多，然后可以玩的花样，然后可以试的穿搭方式也是比夏天来的选择性多，所以我还蛮喜欢冬天的。怕冷哦，你应该会做吧？嗯，如果我觉得他可能穿的不够多的话，对，嗯，愿意割爱 ，OK 吧？应该是 OK 的。嗯，我好像做过。嗯，猫派还是虎派？你说我喜欢养猫还是养老虎？你的个性哦，我吗？那一定是小猫啊，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小猫吧？对吧？合情合理吧？猫的特性感觉就是它看起来虽然很小，看起来很无害，但是有时候会比较自我一点点，对，嗯，可能那个部分吧。然后猫可能就是，你不认识它，它都会，它跟狗不一样嘛，就是你不认识它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会比较怕生一点点，但是一旦你认识它之后，它其实就会离你比较近。但是猫不是不好亲近，是你需要花一点时间认识它。希望明年不要再有疫情了。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工作，然后也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其实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真觉得不要再有疫情。Hello， 明朝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莉吴卓元。Hello。我秋冬的必备单品一定是要一个帅气的jacket， 这样子的话你里面穿得很 casual， 你穿得很轻松，但是你有个套一个帅气的外套，我觉得出门就是整个 look 会更提升。我会喝一些茶，就是专门保护喉咙的茶，然后不管是感冒啊或者是在表演前，这些是在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个超市发现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茶包，然后我就是有把它带回来这边喝，很有用。那个茶是什么口味？它不是很好喝的那一种，所以要加蜂蜜。那还有另一种是罗汉果茶，也很好用，所以比较当地 local 可以找到的。你说我的个性吗？对对对，比较像小猫还是比较像老虎？我觉得看状况，我觉得两个都会出现。开心的时候可以小猫一下，但生气的时候就可能会变得比较。Tiger， 因为我年底十二月会有新的专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check it out， 听一听，然后对啊，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年我一直很用力的在很努力的在做了一个新的作品，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Julia。Very nice。 我今天穿的是很温暖的一套衣服，然后有很可爱的 scarf， 然后外套跟上衣全部都是 Cancel 非常有代表性的老虎在上面，而且它外套是版本。Yes， 对，所以我们是 like matching。对对对，我这个是男生版本，对，蓝色，然后它这个是黑色，跟黑色材质都是一样，帅帅的，很好看。而且我因为我喜欢，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个色系。Yeah yeah。I know. I really like it.
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 fashion 界很多人都会关注他的一些作品，所以这一次他来做 Kenzo 的这一系列，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很 fresh 的一个 concept。他跟音乐的渊源比较深，所以就是，然后后来才创出来的整件事情就来做这个。我是一定要买这个袜子，这袜子我跟你说，它真的很舒服。然后它搭配这种 touch it， yeah， it's really 舒服。然后它真的舒服，然后它的厚度就是刚刚好，是很保暖的那种，所以秋冬穿是完美。